我们今天来织一件非常简单的毛背心儿，你已经看到了，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它几乎和一件非常普通的围巾是很相像的，只是我们通过了针数的计算、厘米的精妙计算以及缝合尺寸的计算，最后一件非常简单的围巾也能够成为一个毛背心儿。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跟大家说它是如何完成的。同学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啊，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它实际上呢，你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件，正是我们现在啊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衣服啊。整体的毛线用量非常非常的省线啊，加在一起。总体三两多一点线就能够完成这个毛背心啊，它连四两都不到。那么用到的针是什么针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哈，6号织针和垂杨毛的粗线，毛线直径2.5毫米，它捻开后四小股组成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毛线和织针的一个比配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它实际上真的就是一条围巾。如果你觉得看到这儿呢还不过瘾，没关系；你要觉得织很麻烦也没关系，拿你家里边的针织的围巾，也可以改成一件毛背心儿。好，非常小巧的一个毛背心儿啊。我们先来说它的起针啊，大家跟我一起啊，找到它起针的位置。你没有想到哈？看到了吗？这一块儿。才是它真正起针的地方。那么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啊？总体啊，仔细看，这一块儿加起来才起了42针。织的什么花纹呢？同学们准备截图，这也是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对不对？既然你看到每一，告诉你它怎么织的，还是告诉你它的花纹是怎样的啊？同学们看，它实际上是由三组花纹组成的啊，左右两组花纹是麻花，很简单的普通麻花啊，中间的一组是八针的螺纹麻花啊，它有2针反针在中间，看到了吗？所有麻花拧针的位置一定要给它规划好啊。好，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什么呀？你刚刚截的图就刚好是42针，刚好和它是。相同的一个状态，理解了吗？所以按照刚刚的截图啊，同学们上来就织就可以了。你可能已经发现，截图的时候这边呢是有3针的正针开始，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你在观看的时候，表面给大家的感觉它好像就2针正针，对吗？但实际上它确实是3针啊，捻开给大家看。由于编织的过程当中的自然的属性，所以它边上的这一针正针。会被内卷啊，所以如果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想让它形成一个类似于螺纹的效果啊，边儿上一定要考虑到留出边针来。而且注意啊，整款衣服我们在编啊，整款围巾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第一针和最后一针这两个位置啊，也就是说边针我们在织的时候，第一针要给它挑下不织，从第二针开始。但是整个过程不能使劲扯着线啊。如果你觉得哎呀边儿太松懈了。不行，我得给它使劲拉一下我这边儿，这样的话我看着才会织出来，才会紧致，才会舒服。你如果这样想的话，整件衣服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能够穿着的效果了，因为它边沿的弹性不够了。你这么扯了一下，你最少拉进去了1厘米，对不对？你所有的边沿呢，对不对？加在一起有多少厘米的毛线被你扯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好了。告诉了大家编织每一部分的细节啊和必须要注意的这些小环节，不要踩坑啊！有同学说你告诉我起多少针线，织多高我就能织得很好啊，就怕这样的同学啊，因为很多细节你如果没注意，你肯定会跑回来说，哎呀，我就按照你的方法织的，跟你织的是一模一样，为什么我穿着勒啊？为什么这儿不舒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为我在给大家讲解的时候啊，把所有的织工也好，或者是长期以来碰到的这些问题也好，总结成经验来无私的告诉大家，就是为了让你在小地方别踩坑，小地方踩坑影响整体部分，对不对？好，
我们在往返向上织的这个四十二针的过程当中，注意了，我这老生常谈老说啊，同学们在织麻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麻花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有着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孔洞啊，手一伸就过来，对不对啊？这是自然的啊，不要觉得哎呀这是大窟窿小眼睛了，我不喜欢，然后就使劲的扯着线织这麻花的位置啊，那样就会形成你的整个宽度不够，不舒展，织完了以后不平展，所以别小看麻花啊。实际上你学的第一花纹很有可能就是麻花，但是小细节没注意啊，你最后形成的效果还是不可以，理解了吗？好，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啊，编针织的时候别使劲扯着线，拧麻花的时候跟你织其他位置是一样的，自然的手劲儿拉着你的长线就可以，理解了吗？好，按照这样的规律，我们将42针啊，往返往返向上，你看，一直织160厘米。有同学说有160厘米吗？你仔细看呀，你看我们从这过来走，看到了吗？一直走，看，然后他又跑到哪儿了？又跑到另外一侧了，看，一直过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到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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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算结束，我们是从这儿起的针到这儿结束的，看出来了吗？好，完成之后啊，同学们看，我们要怎样？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什么环节？要缝合了。怎样缝合？首先，你完成这42针的时候，收针一定要怎样啊？松一点收，别太使劲拉扯线，理解了吗？正常手劲儿就好啊。然后怎样？然后将两个头起针和收针的位置找到谁呀？找到你160针的正中间的地方，理解吗，同学们？啊，就是这是你起针的位置，这是你收针的位置啊。将这两部分和你160厘米长的这个长围巾的正中间的部分相互一横一竖这样对头缝合着，缝合在一起。整个缝合的过程当中，不要使劲拉紧线，自然手劲就行，用相同的线啊。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实际上是给它取了多少？27厘米，相互之间缝合。也就是说，我们一片的啊长度、宽度啊，大概是13.5厘米的样子，所以找到对头27厘米，相互之间缝合，理解了吗？好。这一部分缝合完之后，你的开始和收针的位置就是围巾的两头，我们在它的侧边各取16厘米，看，各取了16厘米。我们要怎样？要将它们竖着相互缝合，理解了吗？好，就通过这两种缝合方式，一个27，一个16，好了，毛背心完成了，简单吗？而且还两种穿法。谁都能够搞定，但是小细节非常重要。好了，这款的创意围巾就教到这儿，希望大家理解了。如果觉得教程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感谢各位。